我这种是不是很难做呀？有一点很麻烦，毕竟是这样子装，好像比普通管口的要难做。对，那种直接戳进去就可以了。就是一种挑战来的，装上来。我现在在杭州的一个影棚里面给雨季拍定格动画的视频，他们那边呢就是正在拍摄。好，准备好，十二一走。我的店长 Hello。 哎，现在是没有的啊，走回来一点。等会儿我在看啊。我等开拍的时候再放音乐吧，不然你们讲不听见。现在有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。啊，来，宇哥往左边转，对。我要再摇就多了，我。不能摇。眼睛还要。再摇一点掉，你摇一点点掉。摇掉是吧？摇一点点。少一点。对。摇掉了，摇掉了。不是，已经摇掉一点点。你看我这种初来乍到的，没有经验。有有有，这段的感觉都不错。白只眼睛遮住。嗯，这。好，稳一点，现在镜头。好，我这边够了啊。在这儿呢。注意加场，这里更快。哦，终于相机属于我了。哇！杀青，不可以，杀青了。我拿。哦，不容易啊，两天都耗在这儿了。耶、yeah, ，希望出片非常棒。我相信应该会非常棒。